我从小呀，就是也是非常喜欢传统功夫，后来就来北京参加工作，来找很多中国摔跤的老师跟他们来学习。08年的时候，我知道有综合格斗，觉得自己有中国摔跤的这种基础，去转型打这个综合格斗。每场出场的时候，我会穿着中国摔跤的衣服，擂台上我会展示很多中国摔跤的技术。有很多观众，有很多国外的这些选手、教练，觉得哎呦，这样的很多技术就是跟以前的 MMA 选手打法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说让大家认识了中国摔跤。我也参加这个综合格斗已经将近10年了，可能后面要选择退役，我要想一想我为中国功夫和中国摔跤能做些什么。所以我们和功夫一起承办功夫征途这个赛事，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传统武术的人走上擂台进行实战，发掘更多的传统武术的招式技法，在现代擂台上展现出来，最终推动中国武术的改革和复兴。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段历史。